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 MM 会员乐网，自今年5月23号加入 3MM 以来，我非常高兴的能在 MM 社区帮助大家的同时，又得到大家的帮助。今天呢，是我9月24号。我第15次得到大家为我提供的帮助，在这个短短的4个月里，得到了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各种职业的朋友的帮助，在这里感受到了开放、善良、信任，尽可能的互相帮助的氛围，并在快乐中赚到了钱。财富自由了。这别的行业中没有的公平公正的一个平台。我在加入 MM 平台社区之前，我做过了很多的项目。我今年也是50多岁了，在之前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我走向了互联网。通过学习，在互联网中做了不同的项目，但是很多的项目都在不经意之间官网跑路，使我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的压力。在5月23号的时候，我的推荐老师把我带入了 3M，通过大家不断对我的帮助，教我一步一步掌握了如何操作 3M 的平台的一些步骤。在这当中，我也深深感谢到我们 3M 会员对我的大爱和帮助。通过我在 3M 平台的不断的学习努力，我深切地感到我们 3M 平台的公平公正和是一个互助的平台，老百姓的平台。我通过在这个平台学到了很多我在日常生活中学不到的东西，我也深深感到了大家对我帮助以后，我的生活质量在不断的提高。在这里，我要深切的感谢马弗罗季先生给我们大家创造了这样一个互助的平台，我在这里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愿我们的社区能长久的发展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讲诚信的、有爱心的人。为此，我要不懈的努力的去做下去。愿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愿我们的梦想能够在这个平台中实现。再次向马弗罗季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向他鞠躬致谢。